家好，我是小琪 Carol。 今天是我们意大利自助旅行的第16天了。我们从威尼斯租车自驾到多洛米蒂东边的一个小镇叫做 Cortina， 预计在 Cortina 住两个晚上，然后再到西多洛米蒂住两个晚上。我们在梅斯特雷车站取车时发现租车公司并没有给我们原先预定的四轮传动车型，而是给我们韩国现代的旅行车。若我们要换福特铺马的车型，则必须加价。因为我们的坚持和不让步，终于让对方妥协，让我们开走了这台强而有力的福特铺马车。这是哪里啊？这么美。这间就是我们住的，然后我站的地方就是车站，然后这边就是山间峰。Cortina 的这间旅馆没有豪华的设备，也没有提供餐点，但是服务人员的热心和主动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Carol 大力推荐，这是我们在 Cortina 的住宿，它是在山上，所以呼吸困难，然后又要爬楼梯。上告诉我们不要小看 Cortina， 现在天气晴空万里，但是山间峰上面雪深到小腿处，而且没有很好的装备，是不要去爬山间峰的。他告诉我们，如果要搭缆车，附近的佛罗拉山脉是开放的。佛罗维亚的缆车站就在 Cortina 的公车总站旁，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以将我们带到高度2134公尺的山顶。缆车上的滑雪者身上的装备都非常有设计感，让我都好想要买一件穿在身上。
大家都在餐厅的露台上欣赏多洛米蒂壮丽山脉的景色。这间就是我们住的，然后我站的地方就是车站，然后这边就是三间峰，都在这边。然后我们刚刚坐缆车，到上面去，很远的，上面的上面。Help me! Somebody help me! 直升机要来救我们了。